各位同學，歡迎來到.TakeMap Channel 啊。咁呢個題目係 A Level 2010年 Pure Maths 嘅第 Paper 2嘅第五條。咁 A part 就係一個普通嘅 integration，B part 就係揾個 volume。咁呢條其實而家擺喺個 DSE 裏面都即係會用到嘅。咁我好快就咁做咗佢啦。Let y 等於 x 減一，咁 dy 咧就等於 dx。咁然之後咧就係、是、因為要計翻 x 啊 ，x 係等於 y 加一嘅。咁好啦，轉曬佢。咁呢個就變咗 y 嘅二分一次方。而呢嚿嘢咧就五減 y 再減一括弧。咁 dx 即係 dy。咁拆開佢，將佢乘入去，即係變咗係四 y 嘅二分一次方減 y 嘅二分三次方 dy。咁 in 咗出嚟就應該係 y 嘅二分三次方四乘三分二，即係三分八。咁然之後後面嗰嚿二分之五，前面就五分之二加條 c 上去，然之後就還原翻佢，還原翻佢變翻做 x。搞定，即係食碗面好 B 嗱 B 嘅話，佢係呢條 curve 啊，咁就x 軸咁圍住個 rotate 包 x-axis， 咁其實我哋需要睇佢就個 x-intercept 啫 ，x-intercept 一眼望到去知道一同五嚟嘅，咁佢喺上面同下面都冇分別噶啦，我當喺上面，咁 rotate 包個x 軸，咁所以個 volume 就應該係派乘以調轉咗添一到五，就成個 function 二次方即係呢、這個。好，咁熟面口同上面，好啦，咁根據上面個結果就應該係等於呢撇嘢，咁所以我哋就成撇嘢抄落去啦。一到五，好，跟住擺個五落去同擺個一落去，咁中間嘅步驟我就飛咗佢，咁就個步驟就計到128π/15。就係咁簡單，咁誒將個時間濃縮咗佢。咁嗱，各位同學，你其實如果你要計嘅話，你就可以自己花時間落去計啦。咁就我就 present 咗呢條好。咁啊，最後啊，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多 TakeMath 呢個 channel。咁呢條題目就應該就會公開曬俾噶啦，因為其實我都要for M2 嘅同學睇埋呢啲片嘅。即係咁，但係如果有啲額外嘅題目，有啲就會擺喺個會員頻道嗰度。咁各位同學，如果有興趣想睇曬咁多個數順嘅話咧，所有APUMA 嘅數順嘅話咧，咁就可以 join 入個會員嗰度啦。我咁會陸陸續續鋪上去嘅，咁裡面就有好多啲獨家片喺度噶。好多謝各位同學先，拜拜。